北京的张弘毅老人每天都要做这样的事情。卫生都搞完了，做完了以后躺在那儿，第一个就把这几个石头就拿出来了刮。我说坐着的时候也能够刮一刮刮一刮，躺在床上的时候呢他也能刮一刮，大体一天呢也得刮那么三四次。我看他坚决每天刮，哎，你就哪怕刮十分钟呢你也得刮。据说这个习惯张弘毅已经坚持了两年多，已经成为了他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哎呀这舒服啊，刮完了这刮完了舒服极了，简直是要没刮之前难受，哎呀浑身痒啊，哎难受，皮肤都刮红了，张弘毅不觉得疼，还一个劲儿说舒服。不过这还没完，刮了之后他还有一个必须的程序要做。这不挂上了吗？你看这不正上吗？正上这块吗？你这在睡觉就贴这儿了，这边再挂一个，那边又那边搁在脑袋上那么搁一个，这也贴这儿了。不光是贴在脖子上，张弘毅还时不时像戴眼镜似的把刮痧的工具贴在眼睛上。你就贴上，哪儿有病你就搁到哪儿，这就挺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中华医药。可能好多朋友都看出来了哈，刚才这位老人啊在刮痧，可是这位老人刮痧的这个特点啊有点让人好奇。哎，这第一点啊就是刮痧呀一般都要用一点刮痧油，那么最起码啊也要用点水在皮肤上润滑。可是这位老人什么都不用，直接就刮。这第二啊，一般来说这刮痧呀刮完就得了，可我们看到张弘毅刮完之后啊还要把刮痧板贴在脖子上或者是眼睛上，哎，这又是为什么呢？张弘毅今年已经87岁了，可他干起这件事情来似乎和自己的年龄不太相符。一般是年岁大了成了老人了，认真都是很困难的，就是你有个什么认真器也照样都是不大好用的。但是呢他就能利用他的眼力就能够直接的就能够认上了。我跟你说呀，好多人戴眼镜他也认不上，真的。我那女儿她就认不上这针呢，她眼睛不好啊，所以这就不一样。像张弘毅那么大的年纪眼睛还如此之好的真不多见。其实以前张弘毅的眼睛并不好，2009年曾经接受了左眼的白内障手术，但是手术之后情况反而更加不妙。最大的那个大一字都看不见了，我说这麻烦了，那就光感还是有，就是看不清，还不是说没光感，也这有光也亮，就是那么大字儿都看不清。手术之后出现了张弘毅难以接受的现实，然而医生却断言手术并没有问题，那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最后检查的结果说你血管颈动脉血管，因为你是这个左边的血管啊供血不足了，颈动脉供给这个眼睛的血液不足了，所以呢就造成了你的眼睛越来越坏。这样的检查结果让张弘毅出乎意料，他不由得为自己的将来感到不安。这右眼也有白内障，将来右眼再出问题那我成盲人了，那麻烦了，是不是？那这各方面的都得人伺候了，是不是？说那你怎么办呢？你得想办法去给他让他通了啊，他血液供给足了，哎，他慢慢也就恢复了。
就这样，张弘毅无奈地回了家，在一片模糊中寻找治疗眼睛的各种办法。西药原来我吃一大堆呀、啊，这现在什么药也不吃，那眼药就多了。那眼药他给我做好多眼药，眼药这个药拉高这高都不管事儿，他不管事儿啊，是不是、啊？就在张弘毅越来越失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送给他一个东西，并且告诉他试试一种特殊的方法。他就挂这儿，他说颈动脉就挂这个地方，他告诉你，你就拿着就这么挂。从那以后，张弘毅就开始这样刮脖子，因为主要是左眼看不见，所以张弘毅刮的位置主要集中在了脖子的左侧。就从这儿到这儿，从这耳朵边儿，从耳垂，哎，就这么刮。一般的来说，刮完之后就有一片红，多少带一点那红点点，多少带点红点点。我告诉你啊，刮完了你就别提，从来没有的那么舒服。你这个你体会不了，你非得有这病，那你是用它用上了，用上又刮完了这么舒服呢？就每次刮完了觉得眼睛都亮了是吧？你各方面多好啊，眼睛是越来越，没跟你说吗？不上坏处。走了。不过最让张弘毅感到愉快的是，他的左眼似乎真有了可喜的变化。慢慢看，你这眼睛看东西，哎，能看见了。哎，我拿报纸试试，拿什么试试，哎，都行了。哎，这个你原来这个看东西，来了你长得什么样？我得好好看看，哎，就是走得很近，就得这样。可是呢，这就慢慢就看清了。这让张弘毅喜出望外。坚持刮了快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他想到做一个试验。他那天说：“哎，我怎么能够认真都弄上了？”这个感觉到很突然。哎，做活我也可以不戴眼镜做活了。过去还戴上眼镜还不行，戴上眼镜呢也还那针就有时候都插不准。那这个都弄得挺准。这对于张弘毅来说真是意外之喜。从那之后，他更加迷恋上了自己给自己刮脖子。我现在连这边也刮，没事也刮过他，我都刮过他。现在这俩眼睛，现在这俩眼睛，基本上我是后来我上他那儿检查去了，哎，他说你这俩眼睛差不多了，那你这眼睛还做不做？我说先不做了，我说先不做了，我早知道这有这好办法，我这也不做了。没想到这一刮痧，两只几乎看不见的眼睛都有了想不到的变化。张弘毅又开始考虑另一个让自己难堪的问题。这个原来那头发掉光了，那多难看的出去秃子，是不是？那就得戴上点吧。看看张弘毅从前的照片，即使不戴头套也会戴顶帽子。怎么样摘掉那些头套和帽子，是张弘毅多年的心愿。也是用这把，他也是血液循环的问题，我这么感觉也是血液，所以我就老挂这个。对着自己头发稀少的部位，张弘毅拿着刮痧板就一下一下的刮起来。刮了一段时间之后，还真就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我刮天天天每天刮，我早晨呢叮临起床还得刮一次呢。哎呦，这头发不但长出来了，还长黑了呢。你看这有一撮头发特别黑。我们家里人都说他头发多了，也比以前黑了。刮痧几个月之后，原来离不开的头套现在真的没有了用武之地。好像恢复青春了又，所以我这就当文物保存起来了，啊，就不用了。有研究认为说，在旧石器时代啊，人们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啊，出于本能会拿一块石片来刮拭身体的表面，有的时候啊，这症状竟然就会得到缓解了，
后来就演变成了刮痧疗法。明代医学家张凤奎在他的《伤暑全书》这部书中就说到了，说毒邪由皮毛或口鼻进入人体，可以阻塞脉络和气血，导致疾病。比如张弘毅当时的这个左眼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出在经络上。那中医认为肝藏血，开窍于目，肝经和胆经啊互为表里，都属于目系经络，对眼睛的这个功能啊是有着重要调节作用的。张弘毅的眼睛看不清东西，就是与目系经络的瘀阻有关系。而我们看到这个张弘毅刮的这个部位啊，是耳垂后面一直到肩的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啊正好是中医所说的胆经在耳后通过的路径。而刮出的这个红点啊就是痧，其实啊就是经络周围的皮下出血点，那么痧出则毒去，对张弘毅来说就是胆经中的瘀阻疏通了，那么气血通畅了，上达眼睛，这视力啊自然就得到改善了。那张弘毅的头发又长出来了，其实啊这也是因为刮痧能够畅通经络，活血化瘀。中医讲嘛，说发为血之余，这个头部气血足了，自然也能够促进他头发的生长。切身的体会让张弘毅对刮痧呀是心服口服，两块刮痧板也是整天不离左右。每天拿着两块板子在身上刮来刮去，这简直已成为张弘毅不离左右的宝贝。这几块石头我特别有感情，现在没跟你说我睡觉多的两手，有时候一手还攥着一块呢，哎，一会儿这个刮这个，这个刮这个，我这就搁到那个床的，我的床的旁边，用哪个就这儿不是痒了，拿起来这边刮两下，就跟拿梳子梳两下似的，哎，这梳你一会儿就睡着了。我这现在离不开这些石头。原来张弘毅的刮痧板是石头做的，而且刮的时候也很特别，不蘸水，不抹油，直接刮。更特别的是，刮完之后，张弘毅还要把它挂在耳朵上，之后贴在脖子上。这不贴在这儿了吗？你看，对不对？正好在您脖子这儿。这正好是耳朵垂，这就是这个颈动脉啊，颈动脉。我这么躺下呢。你看这么躺着在我贴上了。有时候张弘毅还会这样用两块同样的刮痧板同时贴在两只眼睛上，这样贴上到底有什么用呢？贴这儿它就活血化瘀啊，它就给你工作了，它释放的那些个元素啊，我也甭说了啊，详细的释放那些元素啊，就给你治病了。张弘毅说这样还真帮他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呢。我就肩膀头那儿，这就长一个枣核这么大的一个瘤子，这一摸呢就疼，一接触它就疼，就在这个地方。你看现在已经我又刮又贴，也是这样刮刮贴在这儿，也是大概一个星期就没了。看来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头，那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那个砭石啊，这就是砭石啊。针砭灸药，这是中医传统的治疗方法。这个砭啊，就是用特殊的石头治病。《难经》这部书中就说到了，说其腹邪气蓄则肿热，砭摄之也。哎，从这个摄字啊可以推测，砭石是一种具有渗透和发散性并且可以作用在机体深部的石头。然而到了东汉时期，用砭石治病的砭术失传了。东汉大学者福虔解释说，既是腹无加石，故以铁代之耳。原来啊，当时啊，人们找不到砭石，只能够用金属来代替了。而上个世纪末，随着勘探技术的发展，这个砭石啊，再一次被发现了。
经过科学手段的检测，发现砭石啊含有30几种微量元素。用砭石接触人体表皮，在监视器中能够看到小血管以及毛细血管中的这个血液呀加速流动，可见它能够促进微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这大概就是砭石能够治病的原因吧。由于砭石质地细腻，所以啊，用砭石刮痧的时候啊，是可以不用蘸油的，直接刮就可以了。那如果要是用热水啊，泡热了再刮，效果会更好一些。而张弘毅刮痧之后啊，还要把它贴在身上，其实啊，这正是为了发挥砭石的特殊作用。总之，有了这么两块贴身的宝贝，张弘毅啊，不仅对刮痧，干脆对更多的中医知识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对中医现在越来越感兴趣，这是这是科学，是不是？过去对这门科学不太懂，那么现在通过学习以后啊，对这门科学是越来越感觉的是越承认它是有它的独特之处。自从用刮痧的办法把眼睛改善了之后，张弘毅开始对中医养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买了不少书籍，也自学了很多东西。啊，你看这个，这是肺腧，这个是肝腧，天宗，这是大椎，这是心射，这是天柱，啊，这个是耳尖，这是风池。张弘毅对背部的经络穴位尤其重视，他觉得这个部位是养生的重点。养生就是养阳气，我说阳气一足，血一循环就好了。我主要是刮后背，这个好多那个，他那理论上好多那经络啊什么都在后背呢，从肩膀头这儿往下，这脖子就这个从这后背整个往下，一直到这个尾巴骨这儿。就刮这个。这样一来，张弘毅刮痧不光是刮脖子、刮头皮，刮痧的部位增加了，老伴儿也被拉了进来当帮手。告诉我，由上头往下刮，由左往右刮，那我就试着。这个要捏在哪儿？它是八卦型的，特别好捏，一头大一头小，然后就用那个肚子的部分给它刮，给它刮的话呢，并且要听它的感觉，就是感觉到特别舒服啊，热乎乎的，在后头好像是外排什么东西呢，就是那劲头，我恨不得就刮刮刮躺着睡一觉才舒服呢。现在的张弘毅身体越来越好，家务活主要就是他自己来承担。这120平方米每天必要收拾一次，哎，除了擦洗以外，这个擦地、拖地、浇花，什么这个擦桌子、清理卫生，是不是啊？这个就光卫生啊，这得搞一个小时。脱下来的脏衣服都不能搁着，马上就泡上，泡上的话抓住时间就洗。每到节气变化的时候，张弘毅就要刮后背，两年坚持下来，身体的变化也越来越多。真舒服，我跟你说，吃的也香，喝的也香，睡的也香，吃得饱，喝排得畅，睡得香。这个刮痧呀，虽然是一种适应病种广泛的自然疗法，但是要达到安全有效，最好还是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进行。再有，如果您也想拥有一块砭石，那在这要提醒您注意了，
一定是那种经过国家相关部门检测，不含有害成分和射线，具有远红外等医疗价值的，并且获得药监局颁发的医疗器械许可证的，才是真正的砭石。所以您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辨别清楚了。好了，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中华医药》。70多岁的河北省石家庄市市民王玉芳，几年前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一起来一坐起来，穿衣裳，就根儿杠就打这么个4-5个，该起来穿了洗脸了干嘛的，以后这个之间呢，他就不是连着打了根儿一个，待一会儿又根儿一个，他就干那个的事。你要吃完了饭也是根儿嘎连着打几个，完了以后待会儿根儿一个根儿一个。当时王玉芳经常会这样打嗝，虽说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还是很烦人。你想控制都控制不住他，你说我不打那哪成啊，他几个他就上外跑，根儿一个根儿一个根儿一个的，谁有东西吗？没东西，没吃多少东西。断断续续的，王玉芳的打嗝持续了2个多月，到后来他都无可奈何了。翻呗，一个一个的上外走那气，外头吹了以后给他们瞎掰掰，啊这根儿说话呀怎么的，给他们逗乐了，哎就少点。你要在家里头，我一个人出来进去摸着摸着，找根儿就干了，净根儿，反正打的挺多的。可是为什么会这样打嗝呢？王玉芳说，这个呀说来话长，还有个比打嗝还难受的情况呢。这会儿不也那可能是吃东西引起来的，我买了个菠萝，我吃了那么2小块，这咽泡了就开始不得劲儿了，就胀开了。胀吧我也没拿它当事儿，过2天不好啊，哎它不好了，头不好就越来越厉害。一开始王玉芳并没有太在意这种胀，但是后来胃胀的感觉越来越明显，里头丝丝辣辣的，反正说不上来那个劲儿，它不是堵，你知道吗？这里头它不是堵，它就是里头难受，连胀带难受。王玉芳发现自己的胃胀竟然有些难以摆脱，他又想，难道是自己吃的太多了？不是不吃不也长长得好一点，你只吃些一点就是长得厉害，你喝口水都长。眼看着胃胀的难受，可试了什么方法都不见好，于是王玉芳只好求助于医生。这药是治气的，这药是消湿的，这反正这个大夫嘛给我开的这些个药们呢都是治我这胃的吧，吃了当下呀管点事，管1-2个小时，后来就吃呗，就吃说时间长了以后都不管事了，不管事了，这胃更胀得厉害了。说来也怪，王玉芳的胃胀吃药按摩都不管用，到后来就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打嗝。我就这么想的，这是不通呗，脾胃肠胃都不通气儿，所以说上上边走了。打嗝好像是走了气，按理说应该舒服点儿，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还舒服吗？感觉不出舒服来，他自己都上外刨着根儿，你想控制都控制不住他。从2008年4月开始，难受的症状持续了3个多月，王玉芳每天都在不断的打嗝和胃胀，而且问题还越来越严重了。牵制的我这个背都酸疼酸疼的，你知道吗？那怎么办呢？我有个小锤，我就拿起来我就这么敲敲着背，敲着背部叫着舒服，缓解那个酸疼劲儿。敲一阵，这个顺着这脊梁骨这么敲，缓缓缓
环境比较舒服点，但是舒服了以后吧，这个胃照样还是胀。后来王玉芳的饮食和体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吃的少，反正是吃一点儿，吃一点儿，吃不多，反正是早早就放下碗筷了呗，就是，然后我吃呗，是吧？他就反正胃口不太好，情绪上也不太高兴。要不我是160斤，好像抽了150，抽10斤肉，那脸成了灰黄色的，脸色特别不好看。就以前没得胃病的时候，10来斤提了上来没事儿，啊，得了胃病吃不了饭。5斤东西我说提了就费劲，提了不上来，得歇好几歇。这个腿伤的时候就打软，这线路特别大的一翘，蹦蹦蹦蹦蹦，跟那西瓜似的。几个月的胃胀，再加上体重骤降了10斤，让他心里很不踏实。2008年9月，王玉芳做了胃镜检查，结果显示他已经出现了萎缩性胃炎，伴有不典型增生的状况。是癌变的前期啊，这厉害了，就癌变呀。胃胀、打嗝、嗳气，我们很多人啊可能都碰到过，可能大多数人啊也都跟王玉芳一样会忍着。可是您看看他忍到最后，这胃部都出现严重病变了。其实啊，我也在纳闷，您说他的胃为什么就会那么胀啊？而且吃了那么多的药也不见效果，那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2008年9月，饱受胃病困扰的王玉芳来到了河北省中医院，接诊的是消化科的李殿贵医生。他脉象表现一个喧哗的脉，喧哗，看看舌苔的舌质滞纳，苔黄腻，加上这些症状，那中医辨证就是一个湿热中毒浊毒内郁症，浊毒内郁导致他现在这个萎缩性胃炎大应的这个不典型症状。我这能治好呗？他说能治好。他说年轻人是半年3-5个月就有效了，年岁大点了可能时间长点。医生似乎打了保票，王玉芳拿着药回了家，没想到这汤药刚一吃，胀没消，嗝没停，倒是又多了一个问题。吃那半月的药不，它里头就泻，吃完了它咕噜，它泻药是吧？它也不难受。就是一天每天上午2-3次，完了以后就完了。后来我问过大夫，为什么泻呀？泻火呢？泻毒呢？他说，泻着火了，我就不问了。泻什么火？泻什么毒？王玉芳并不知道。药接着喝下去，他有了新的感受。吃了半个月以后啊，感觉这个胃部胀劲就小了，好多了，这胃里头难受的也轻了。王玉芳说，后来这药吃了半个月，胃胀和打嗝居然见好。半年个儿这慢慢也大的少了，也有气了，下边也排气了。但这气他说这气儿跟个儿通了，他气多了以后个儿就少了，知道吧？他都得下走了，得下走是好现象。王玉芳现在还会每2天熬一副药调理自己的胃，也是李医生开的方子，方子里面的药和当年差不多，看上去还真不少。半紫脸、半扁脸、白黄色色条、黄脸、黄青、黄白，像还有像虫类的全泻、蜈蚣，都是解毒类的药。所以在临床上，我们把这些药物啊，通过这个中医的配伍的方法，组成一个合适的方子，再
不断的调整。李医生说，自从给王玉芳看病以来，方子里的很多药都是不断调整的，但有些药却是怎么调也不变的。这是后下的药，完了以后我这人李院长说那个叫我后下，效果好，放着三种药物姜。这什么味儿啊？这茶香喷喷的，挺好的。我们仔细看看这两味药，看上去像是两种草梗，再闻闻，的确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李医生说，就是这两味带香味儿的药非常关键。就是藿香配兰，芳香类对浊毒它是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原来就是其他大夫给他开的药，他并没有拿浊毒内郁啊去克制，他没有他用芳香化浊的药，是这个的，他疏肝理气、健脾和胃，他没有用这个化浊浊解毒的药，所以他没有起到这个作用。观众朋友您看，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呀，这就是藿香，这个是佩兰，他们俩呀都有很浓的香味儿。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藿香哈，夏天中暑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要喝一点儿藿香正气水儿，那么它的主要成分啊就是藿香。其实啊，中国的很多地方到了夏天的时候啊，人们都会用新鲜的藿香叶来拌菜吃，来解暑热。那我们再来说这个佩兰，《本草纲目》这部书里边就说到了，说其叶似菊，女子小儿喜佩之，因为啊它的香气啊特别的像兰花，所以啊就叫佩兰。过去的时候，每到端午时节的时候，人们呀都会用这个佩兰啊来煮水洗澡，来除掉皮肤上的污垢，称之为木兰汤。看起来啊，这个藿香和佩兰啊像是做香料用的。那么李医生怎么说他们是治疗王玉芳胃胀的关键呢？李殿桂医生是著名的消化科专家，他说之所以要用藿香佩兰入药，是和王玉芳的胃功能失调有很大关系的。胃呀、啊、应该降浊，它这个浊气不能下降，清气不能上升，它就淤积的中焦，中焦就是脾胃，出现胃胀的症状。李医生说王玉芳的胃不能降浊了，那这个浊又是什么呢？血也好，这个精也好，以清为正，就清就是正常的，如果不清了它就变成浊了，浊就是不干净的意思。浊出现浊现以后，淤积的体内，它可以这个浊血恐脾呀、啊，把脾的功能给它受到影响，脾与胃相表的，这胃的功能也就不好了。所谓浊毒理论是李殿桂医生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个人的胃里都有浊，也就是不干净的东西。这种浊一部分是我们没有消化的食物残渣，还有不能吸收的物质。另一部分则是这些消化吸收不了的东西长期停留在体内，变成了容易治病的物质。胃里的这些浊排不出去，正是王玉芳胃胀的原因。暖气管道，我说啊，本来这个暖气管道这个水呀、啊，就像这自来水也好，它应该是清水里头，清水流的特别通畅。如果这个水不干净了，这就是浊，有了浊泄了，不干净了，浊就是不干净的意思。它长时间
这个撑击的这个水管的管壁上，撑击的时间长了，这个管子就不通了。这管子也通气也通水是吧？不通了，它憋在体内，在体内憋住了，它也出现胃胀。而当浊在体内停留时间长了，不仅会出现胃胀，还会出现别的问题。由浊发展，慢慢变成毒，这就叫浊毒。因为中医这个毒有湿毒、有火毒，是吧？有热毒、有寒毒，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浊毒，是就类似那个，它是一种毒邪，是由浊变来的。中医把癌症叫做毒瘤，是吧？毒瘤。所以说有这个浊毒的可以形成胃癌，也可以形成其他的癌症，比如说胃衰竭炎变成胃癌了，这就是毒邪淤积。李医生说，尽管大家胃里都有浊，但正常情况下人的胃气气机是下降的，能降浊不会淤积。而王玉芳的胃气气机正好相反，是向上的，所以才出现了胃胀和打嗝的问题。正常的情况下胃气应该下降，现在上逆了，这是一种异常的情况，但是它总让这个气机有一个出路，它不会淤积在肠胃里头，它从通过上焦口把它排出，这是嗳气，就打嗝呗。中医认为啊，脾气主升清，胃气主降浊，这意思就是说这个胃气啊是以降为顺的，所以啊正常情况下这胃里边的浊呀是能够被降而排出的，但有时候情况会有变化。明代医家李中子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忧思悲悔则脾胃受伤，气则上而不下。这意思呀就是说，忧愁啊、思虑啊、悲伤啊、愤怒啊，都会让脾胃受伤，胃气逆乱，不降反升。那王玉芳在生病之前啊，情绪就不好，爱生闷气，自然这胃气就逆乱了。那时间长了，这个浊毒啊淤积，胃胀难受，就会打嗝嗳气。而中医认为啊，这个芳香类的药物气味走窜，能够化解浊毒，理顺气机。哎，比如说这个佩兰，在《本草变毒》这本书里边就说到了，说它呀能够解郁散结、除尘腐、浊垢腻。它的这个长处啊，就在于化解内湿、去除尘腐，可以化掉王玉芳胃里边淤积的浊毒。而这个藿香在《药品化异》这部书里边也讲到了，说其气芳香，善行胃气。也就是说啊，这个藿香啊是能够理顺王玉芳逆反的胃气的，使其下降。所以啊，王玉芳会有轻微的腹泻，后来还出现了排气的现象。您想一想啊，这一化一顺，治病的浊毒没了，胃气和顺了，那自然就不胀了。芳香类的药可以使人体内啊这个浊毒这些这个变成正常的气血。胃胀这个胃衰竭炎是浊毒内郁引起的，它这几味药就是芳香化浊的，对它这个病起的非常关键性的作用。后来这含有芳香类药物的汤剂王玉芳吃了很长时间。现在半壁前的时候，以前那时候难受的时候好多了，脸色也好多了。以前是他那个刚难受的时候，那时候是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以前吧，有病的时候我吃馒头啊，也就是吃这么一点儿吧，吃这么一点儿，喝半碗饭，
这菜呀很少吃，有时候吃上这么一两口不带劲的。现在呢，我这胃口好了，是不是啊？我就吃这么一个馒头了，这菜都能吃。能够舒舒服服的吃一顿饭，这是王一芳以前很难想象的事。不仅胃胀的问题解决了，他又做了次胃镜检查，得到了一个更好的消息。萎缩性炎，他说也好了，黏膜那个什么糜烂好了。现在王玉芳还处于巩固治疗阶段，他每天都喝一道用藿香佩兰泡的茶，用三克的藿香和三克的佩兰，开水冲泡三分钟，看到茶汤颜色变深就可以喝了。香喷喷的，挺好的，比药可好，喝多的。那您平时就是喝完了？我平时我就拿它当茶沏水喝，这对胃对脑子都有好处。您这个喝完以后胃舒服？啊，喝完了以后不是胃里头吧热乎乎的。李殿桂医生说了哈，说这个茶呀是根据王玉芳的具体情况推荐给他喝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想试一试的话，那还是请您在饮用之前啊一定要去咨询一下医生，看一看是不是适合自己来喝。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别忘了中华医药牵挂您的健康，下周见。